提起迪丽热巴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。她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女明星。迪丽热巴的长相非常的漂亮，所以一出道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，尤其是在加入杨幂工作室后，得到了很多不错的资源，当时的人气也是直线上升，迪丽热巴也被很多人喜欢了。虽然迪丽热巴并没有什么代表作，但是现在的她还年轻，所以她还有很多的机会。在节目中，罗志祥和迪丽热巴组成了 CP， 叫做萝莉组合。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好，很多人都知道迪丽热巴是非常保守的，在晚会的时候穿上低领礼服，她都会用手遮在胸前。在节目中，罗志祥还拍了一下她的大腿，她的反应太过真实。在罗志祥拍完迪丽热巴之后，热巴立马就远离了她，而且还说了一句讨厌，看来她真的是非常讨厌男生动手动脚了。不过罗志祥应该也是觉得和热巴的关系比较好，所以才做出了这个动作，没有太注意细节。你喜欢这样的迪丽热巴吗？